我们昨天已经学了的，明天要等他的哈利吧，还没有读，还是这些人拍表们呢？这条百裙子100块钱，今天的音乐会很有意思。对不起，我刚才没听清楚，请您再讲一次，可以吗？学校旁边饭馆的菜比学校里边的便宜也更好吃。明天你跟我一起去公园锻炼，再去商店买东西，好吗？好的，来，请玉姐吟拍几包。这条白裙子100块钱。今天的音乐会很有意思。对不起，我刚才没听清楚。请您再讲一次，可以吗？讲一次可学以吗？校旁边，嗯，再讲一次，可以吗？学校旁边饭馆的菜比学校里边的便宜也更好吃。明天你跟我一起去公园锻炼，再嗯。去商店买东西好吗？嗯，好的，来，糖宝珠读一下吧。这条白裙子100块钱，今天的音乐会很有意思。对不起，我刚才没听清楚，请您再讲一次可以吗？学校旁边饭馆的菜比学校里边的便宜也更好吃。明天你跟我一起去公园锻炼，再去商店买东西好吗？嗯，好的，来，立恒读一下吧。这条白裙子，100块钱。今天的音乐音乐会。音乐会。很有意思。对不起，我刚才没听。我刚才没听清楚。没听清楚。没听清楚，请您。请您，请您把屁来。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可以吗？学校旁边饭馆的菜比学校里边的便宜，便宜也真好，也更好吃。也更好吃。明天的，明天你跟我。明天你跟我一起去公园，跑步。嗯哼。一起去公园锻炼锻炼，锻炼，再去，锻炼，再去商店，再去商店买东西。买东西好吗？好的，来啦，所以叶丽琴啊，拍几包这条。这条边估计一百。买裙子。块钱，今天的音乐会，韩军也
一百块块钱。今天的音乐会很有意思，对不起，我感谢每天新书新年讲意思可以吗？学校旁边旁观的下笔学校里边的便宜也该好吗？该好些。嗯哼，明天你跟我一起去公园锻炼，先去商店买东西好吗？嗯哼，好的，可以了。锻炼东西，先去商店买东西好。嗯，好的，买东西好吗 ？OK， 继续往后。老师，那个是多加没？填空，我来批留幺八 B。钟明，好，钟明找不到眼镜了。钟明怎么了？突然。钟明突然啊，找不到眼镜了。后面，周太太也没看见在哪儿。钟明离不开眼镜。嗯哼，没有眼镜，他一个字也看不清楚。嗯，看不清楚。周太太的觉得他偏哪个呢？可以。啊，偏哪个？可能放在桌子上了，但是钟明怎么看得到呢？他请周太太过来帮他找找。嗯，帮他找找。钟明突然找不到眼镜了。钟明啊，有点面门下路没对了屋嘞。周太太也没看见在哪儿。周太太家嘞，陪哪嘞？是咱们对屋嘞。钟明离不开眼镜。钟明啊，面门嘞，快快路没要离嘞。没有眼镜，面门没西不所言，他一个字也看不清楚，多的喽，然后心心连连没要屋嘞。周太太觉得他可能放在桌子上了。周太太看啥样了？我那肚子喂我嘛，他了。但是钟明怎么看得到呢？他没钟明啊，不露露密码来的。他请周太太过来帮他找找。肚儿的周太太姑可比了，我那肚姑比了下背吧，嗯，所比了表来的。他请周太太过来帮他找找。好的，来啦，所以糖宝珠啊，演拍几集吧哦。钟明突然找不到眼镜了，周太太也没看见在哪儿。钟明离不开眼镜，没有眼镜他一个字也看不清楚。周太太觉得他可能放在桌子上了，但是周明怎么看得到呢？他请周太太过来帮他找找。嗯，好的，来丽红读一下。钟明，突然找不到眼镜了。周太太也没看见在呢。钟明。拧不开眼镜，嗯哼，啊，哎，叫了，面板没修，所以，
没有眼睛，也一个字也看不见清楚。看不清楚，他一个字也看不清楚。他一个字也看不清楚。周太太，这样的。周太太觉得他可能放在桌子上了啊。但是就你们看周明怎么周明怎么看不到呢？看得到呢他他请周太太阿琴周太太过来帮他找找。 OK 需要多读一读地下的生死的接触路案里面地下的一他吧。来主菜读一下。周明突然找不到眼镜了，周太太也没看见在哪儿。周明离不开眼镜，没有眼镜他一个字也看不清楚。周太太觉得他可能放在桌子上了，但是周明什么看得到呢？他请周太太过来帮他找找。好的，下一个那库短美拍几包。小刚有点不高兴。他找不到好饭馆。他想请小丽听音乐会，但是人太多，买不到票。跟小丽去公园走走，聊聊天也不行。小根觉得太累了。好的，小刚有点不高兴。小刚啊，对比我们比我们学骗你啊，不能。他想请小丽吃饭，读啊，小丽有他们配角一点的，但是找不到好饭馆。但是没有听见刚刚我杀了那么对吧，无的。他想请小丽听音乐会，读啊的小丽有不能啊，把人音乐会的这一点不会扩大，比如拿上自己的不能。但是人太多，他们没有啊钱面的，买不到票，那么为了没有。跟小丽去公园走走聊聊天呢，小丽有呢不能搬钱，我都要让你把你笑是咖喱把你表妹所以我的。也不行，他那么辛苦。小刚觉得太累了，眼皮满脸都看啥呀的。好的，来，请玉姐读一下吧。小刚有点不高兴，他想请小丽吃饭，但是找不到好饭馆。他想请小丽听音乐会，但是人太多，买不到票。跟小丽去公园走走，聊聊天。聊聊天呢也不行，小刚觉得太累了。好的，来叶丽琴读一下。小刚有点不高兴，他想请小丽吃饭，
电视找不到饭碗，他上行小丽听音乐会，电视人太多，买不到票，跟小丽去公园，叫叫凉凉天内，也不听，小根觉得太累了。嗯哼，好的，也不行，小刚觉得太累了。 OK， 可以了，他累的一塌赖没。来，那我们继续往后，老师如汉语里多呀，汉语我们的第十三课了，对吧？嗯哼，爷爷去公园打太极拳，对吧？小花猫给外婆送鱼已经好了。嗯，爷爷给公园打太极拳，第四十九，四十九。嗯，好的，来生词类引记记啊。老师。嗯。哦，这个已经好了是吗？哦。那到这儿吗？第十四课。这个还好呢。OK， 好的。来了，所以老师的生词类记记没？第一是什么？车。车。对了，车，所以老师说嘎五标啦，车。好的，第二是。火车。嗯，火车，火车是什么？是。也他也他，火车。好的，第三是。飞机。好的，阿水另一面是谁？坐飞机。嗯，坐飞机。然后是也他是谁？坐火车。嗯，坐火车。好的，第四是什么？手机。对了啊，手机，所以汉风目标啦，手机啊，对，汉风能把所以手机号码。手机号码啊，所以汉风目说的所以打手机。OK， 打电话这样老师有风色的，我不要的。啊，所以手机有色的来骗奶奶，有风有色的来骗奶奶。但是打手机就不要来的，所以呢，哎的，寒风有蓝标色的，你打他的手机吧，你都要寒风有色来吧。好的，比如说，都哎妈妈是不，你都要寒风有色来吧，所以。他不在家。那他不在家。你打他手机吧。你打他的手机吧。对的。他不在家，你打他的手机吧。好的，第五是什么？帮。帮，所以老师说顾你背的，我不要的。顾你背的，所以帮。好的，真的话没没有顾你背的，所以。我帮妈妈。OK， 马龙，今天我老师我鼓励了，我来来不批评吧，所以。我帮老师。擦黑板。对了，我帮老师擦黑板。好的。第六是什么？擦。OK， 擦，所以老师我擦了。我们说怎么说？那是说豆渣我标的擦，所谓讲豆的什么？擦桌子。然后是来不过撇的什么？擦黑板。来不过黑板哦，擦黑板。那是外部叫了哟。擦白板。然后是不是豆的什么？擦嘴，所以不是豆的，刘表的擦嘴巴一样的，来豆的所以哦，
擦手。啊，擦手。擦手。OK， 来 C B 多音，立马来读录一下吧，所以。洗手以后，这里可以擦手。洗手以后，在这里可以擦手。洗手以后，这里可以擦手。嗯哼，好的。法文呢，老师都得，我弄阿拉这库呢都来点声音。老师，我擦呢，表妹。好的，第七是什么？肿。肿肿肿，所以老师说阿牛阿啥我表啦肿，好的，阿牛所以一种 ，OK， 阿牛所以五种五种，啊所以要阿牛洗白的所以他话说哎，这是老呀，不能哎，第二里个要阿牛洗白的所以。这有。五种颜色。有五种颜色。有五种颜色。好的。然后是把龙。地震没有撇把的所以。水果。一种水果，一种水果。地震没有。好的，第八是老虎，老虎，老虎，所以老师说家我不用啊，家老虎。好的，第九是什么？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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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师说面哪我不用啊，莲。好，面哪对的，所以莲是莲。洗脸，洗脸，面哪得的？啊，所以面哪豆的？面哪得比多了？面哪豆的？所以擦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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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哪豆的？好的，面哪不嘛？所以脸上，脸上，你面哪不嘛？不是洗你的，对了，你面哪不嘛？这苦苦洗你的，所以你脸上有东西。你脸上有东西啊，你们拿我嘛这口信的。第二个给我塞进去，我们拿我嘛不是信的路了，我们拿我嘛把信的路了，所以。我脸上有东西吗？有东西吗？对，我脸上有东西吗？我脸上有东西吗？好的，下一个第十是什么？大象。大象。大象。啊，大象啊，大象，所以。心机有标啦，大象，好的，然后是西啊西，所以老师说收到有标啦西 ，OK， 那咱们老师说第四龙里面他们西城西城，所以碰收到有标嘞，那四龙里啊城城所以四龙里几几包。啊，怎么说？小小的图的意思，你记得对哩哩，碰梦里有标啦，西城碰瘦的 ，OK， 好，西城西所以阿里米老师说瘦的有标嘞，我们说野瘦的所以，积水，积水，积水，好的，第十三十，水为啊，十三十三，好，草地，草地，草地。草地所以老师说米克米你有标啦草地米克米好的下一个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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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师说娃有标啦竹子好的下一个是香港香港对了香港所以香港香港有标啦香港好的，来了，所以老师记记啊、哦。地铁马，老虎的虎哦，叉六老师引一遍没？看一下，横竖钩提点点，横钩撇横撇点点，横钩捺横横。竖钩撇点擦，好的，然后是老虎虎我断没，竖
横横沟斜横竖弯钩撇横折弯钩弧。好的，然后香港的港六一遍没？点点提横竖竖横斜捺横折钩竖弯钩港。好的，老师觉得这些你们可能有点就是不会写，所以给大家写了。有别的字不会写的吗？大家对每一点不懂，那么信不信骗你的沙龙里的写了？没有。没有？丽红有吗？来讲你。OK， 唐宝珠没有？没有，老师。没有，好的。叶丽琴也没有，是吗？好的，来了，索云老师，你没有一样的香港的这考卷没有拍几本？车车火车飞机手机枪枪枪老虎羊羊大象大象水水草地草地竹子香港香港香港。好的，来了，所以老师句子里多几句啊，句子有点大，来题目里啊，把你来拍几包。我们坐车去动物园。我们坐车去动物园。正如我的嘎西比罗的那三元五多吧的。好的，来了，所以句子里的拍几包。妈妈坐火车去外婆家。哥哥坐飞机去香港。我们用筷子吃饭。叔叔用手机上网。我帮老师擦黑板。姐姐帮妈妈洗碗。好的。妈妈坐火车去外婆家。妈妈嘎的火车 CB 了，也他 CB 了的外婆都应该多吧的。哥哥坐飞机去香港。哥哥啊的你也 CB 了，香港有多的。我们用筷子吃饭，真的如果肚内他们撒吧的。叔叔用手机上网，叔叔嘎手机呢，手机所以寒风呢来电里吧的。我帮老师擦黑板，那嘎的老师我鼓励了的来不撇吧的。姐姐帮妈妈洗碗，姐姐啊妈妈我鼓励了的洗碗洗碗是了不敢洗笔吧的。好的，可以了，来了，所以谁请玉姐给阿波那张里拍几包。妈妈坐火车去外婆家，哥哥坐飞机去香港。好的，下两个，叶丽琴读一下。我们用筷子吃饭，叔叔用手机上网。上网。好的，来上网。是的，韭菜拍几包，阿关的奖励。我帮老师擦黑板，姐姐帮妈妈洗碗。好的，来唐宝珠读一下阿波那讲哩。
妈妈坐火车去外婆家，哥哥坐飞机去香港。嗯哼，好的。来，丽红读一下下两个，喏，那复牌背包。丽红在吗？我们有筷子，筷子吃饭。叔叔用手机，上网。嗯，好的。来啦，所以老师们马路标记记没？你们说一下中文，第二路边标记记吧。这种话嘞，老师鼓励了，不来不批评吧嘞，所以。我帮老师擦黑板。嗯哼，姐姐啊，妈妈鼓励了，也不敢随便吧嘞。姐姐帮妈妈洗碗。妈妈噶嘞，一他洗碗嘞，外婆嘞，我多把嘞嘞。妈妈坐火车去外婆家。嗯哼，哥哥嘞，临洗碗咯，香港我多把嘞嘞。哥哥坐飞机去香港。嗯哼，这侬话嘞，住过东边边咯，他们啥把嘞嘞？我们用筷子吃饭。嗯，我们用筷子吃饭。叔叔啊嘞，寒风嘞，来等你吧嘞嘞。叔叔用手机上网。嗯，叔叔用手机上网。好的，可以。那个啥多加没？课文里吧，我们坐火车啊 ，sorry， 我们坐车去动物园。听到路啊，嘎西比罗，这里三有五多吧嘞嘞。好的，来，大家一起读一下今天。今天我们坐车去动物园。动物园里有很多动物。动物园里有很多种动物。大猴子。小猴子爬山。老虎妈妈。大象又长鼻子吸水。大熊猫在草地上吃竹子。同学们都很喜欢它们。大家说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今天我们坐车去动物园。今天的这种路啊，嘎西比罗动物园我多来的。动物园里有很多种动物。动物园的马的这里上的喵几系列的。大猴子教小猴子爬山。大猴子嘎的小猴子那个把人当得打电杯的。喵几几个喵个的我那当得电杯的。老虎妈妈帮小老虎洗脸。老虎没几个的小老虎的狗的洗脸杯的洗脸说没拿的杯呢我都要想一点要不然吧。大象用长鼻子吸水。大象啊的长鼻子把人都也那么水一点吸水也有受用的。大熊猫在草地上吃竹子。大熊猫啊的草地上也可以明白吗挖了三年的。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们啊，这个经理啊，我呢，都一样，我念的对的。大家说阿龙啊，表对的，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动物啊的，阿罗爷，这个经讲你吧的。好，一方面嘞，啥嘛家人啊，今朝如啊，嘎西比罗动物园我多的，动物园的嘛，动物里的名字是的，比如动物里有没啥？不然嘛个猴子，大猴子教小猴子爬山。比比说老虎妈妈帮小老虎洗脸你拿的杯里的然后是大象用长鼻子那毛血一年吸水就又送你的比如第四个大熊猫在草地上吃竹子大熊猫嘎你给你们妈妈挖留三年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们张大力公主你在家里大家都说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好的，来，大家一起读一下。今天我们坐车去动物园。
动物园里有很多种动物，大猴子、招小猴子爬山，老虎妈妈，老虎妈妈，老虎，鼻梁，鼻梁，大象，大象用长吸水，长鼻子吸水。大熊猫，大熊猫在草地上吃栗子，同学们都很喜欢，同学们都很喜欢它们。大家说，是我们的好朋友。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来啦，所以我记得问你，老师要引标记记没？今天啊，我们坐车去动物园。今天我们坐车去动物园，动物园里有很多种动物，大猴子教小猴子爬山，老虎妈妈帮小老虎洗脸，大象用长鼻子吸水，大熊猫在草地上吃竹子，同学们都很喜欢它们，大家都说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好的，来大家一起说说看，标记记啊！今天我如何加 C B 罗对三用户多加嘞？今天我们坐车去动物园。今天我们，OK。我们小学今天去动物园。动物园呢嘛，对三里的名字是吧嘞？动物园里有很多。很多种动物啊，喵鸡噶，喵格里里哦，长得大点别的。大猴子，大猴子，小猴子，小猴子，爬山，爬山。老虎没呀，小老虎里我们那顾得别的吧嘞。老虎妈妈帮小老虎，老虎妈妈，老虎帮小老虎洗脸。妈妈。帮小老虎洗脸。亲的一样的啊 ，sorry， 亲的羊皮狗没，新一样的啊，把那毛须一捏的，一粒送你的。大象。大象用长鼻子吸水。然后是班长问你呀的，你看你毛吗？哇，有啥的吧的？大熊猫在草地上。草地上，吃竹子。